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吼，咱来今天节目欲望，跟大家做伙来看吼、哦，看即个真正一个人在政治上迄个黑暗面吼，咱若看了，我相信，足数人会对对即麦开始吼，对到即个权力欲望，对到咱想要成功迄个观念，可能会咱有所改变。我嘛感觉讲吼，圣经记载即段故事，就是咱用心去了解，一个人做王，敢必定爱做噶。 安尼真济太太担心股票，啊，做噶用足些手段，互代志用噶真复杂。安尼才有做王诶威风吗？其实是足悲哀啦。吼、喔，大密伊手下上介当用迄个将军呢，约牙也通讲是，也通讲恩怨情仇啦。啊、喔，有真济真济情书伫中，因为你也知影，幼儿园诶因拢总其实是三个兄弟。吼、喔，老大叫做。 即、这个即、这个约亚将军啊，哈约亚，哈、哦、约亚啊！第二呢，亚比塞，即原来是代表正中央用的一个一个军事家。第三呢，叫做亚萨黑。这三个人自少年的时阵，都拢军队伫代表的身躯边，为伊立下真侪汗马功劳，哈、哦、都、就是有一摆。迄、那个第三亚萨黑，即、这个、人真好走啊，即、这个、人安怎死嘅？都、就是因为迄阵有一摆，等约阿甲即个啊约尼尔。呃 有一派堵掉，啊，堵掉的时阵，讲咱派十二个人吼出来比武嘛，切磋，啊，叫我拍一个怎啊过头，怎啊、就是？迄只的时吼，这师兄真侪人吼，啊、喔，所以这个亚里尔呢，因输嘛，啊，输的时阵吼、喔，这个亚萨迄个足啊，啊足啊，伊安尼走未去啊，伊只有交个另外个解足啊，吼，因为你兄弟地方大家拢有识吼、喔，我那个提示我对伊做番交代嘛，但是伊唔听，亚萨去继续个对，伊怎啊越头怎啊死？ 所以，积攒恩仇和月牙铭记在心啦。吼一直追上去，有就是一定要替这个老三报仇啦。啊，所以起码掠着机会啊。吼、哦、迄、那个机会就是趁对方的这个将军吼，沙、哦、罗王以一个大将军亚尼尔趁伊呢，安尼去甲大表在谈论代志个时呢，啊，伊安尼偷偷去甲叫倒邓来吼，讲诶阮大代拢有代志要甲你讲，你讲话袂煞你紧邓来这里。 即个亚尼尔无才，伊做即个军人这，即久啊，竟然还会登计啊怣，戆怎对登去，登去了后，即、这个月牙将军讲：来来来来，有一个代志吼，来，你身躯边的人我卖对来，有一个真机密的代志吼，真重要，来你过来我甲你讲。趁拢无人的事，对方拢无方便，怎个台戏？这其实是真违背即、这个军事原则，吼、哦，因为。 那正经上，两个用书来讲，照理讲，若要始终用刮刀诶，刮生死，无人用即落头吃包诶，用即落暗包诶，安尼甲人讲话无注意，安尼甲人太事，即落作小人包诶啦，吼，所以照理讲啦，吼，应该袂做即种代志才对，敢若亲像乌道啦，迄有种规矩诶啦，若要逐个几个兄弟，咱叫叫出来拼，哦，好大咱出来拼，阿无咱两个看家己要野啊来突无。 无迄落讲，迄人叫做放火枪嘛，吼、哦、冷枪嘛。无代无志趁人咧食饭诶时阵，啊，走起袂来，哒哒哒哒哒，哇！咱电影咧做，电影做即款诶。你讲的形容，我其实足少人无数诶啦，哈。人逐个拢趁人不备诶时阵，啊，热的机、啊、关枪，人伫遐咧跪倒咧食饭，咱热的机关枪哒哒哒哒，扫了了安尼。迄落实在是讲，即落代志若传出去吼，拢互因足无面子。大家大家听有无啊，无我毋是咧教恁做恶道诶，我,在我意思著、就是讲，凡事拢有种规矩啦。 所以今日个这个将军，伊本身做一个军人，用这种手段吼，其实是真违背职业道德个代志啊。所以这件代志后来传到大北王的耳腔中个时候，大北才生我死啊。因为这件代志若传出去，我台北变做人啊。虽然人唔是我杀嘅，但是问题是，是我下面嘅人，是我上届当用而一个将军叫做岳牙。 是伊所做，诶，啊，伊做，诶，当我即马跳落去黄河，我嘛说袂清啊。人一定会想讲，是我叫伊用即个手段做，诶，啊，其实毋是，我完全毋知。但是即个大事无法度谈解释。吼、啊，因即个大事若解释落去诶时候，对方也袂接受，啊，你颠倒家己人吼也得罪啦，所以足为难诶啦。所以为着即个代志吼，代表真恶做你敢知，足伤心诶，心情足无好。啊，人讲你是安怎？啊，无论如何，反正。 独钓一个竿中顶嘛是真好啊！代表讲，恁是捌啥？恁是捌啥？这是一名真好战的。我是足秀才的一个人。啊，其实代表可能是咧想讲，那有法度将这个人吼，甲修复起来。这个人愿意为伊来做代志。伊都底下都凉啊，翘卡、啊、点吹酒啊，对无？妥当的呀、啊，但是想袂到。 本来伊足想要动用诶一个人，却去互伊下面另外一个将军，却用即个真卑鄙诶手段，将对方呢就甲按杀去啊！啊，即个代志吼，毋是发生一摆哦，发生两摆。第二摆什么情形？第二摆就是当亚萨咯，背叛即个背叛代兵啊，啊是是，是毋是双方一个交战？后后尾代兵赢嘛？代兵赢诶时阵。 伊当然是爱安抚即个即个反叛诶人，哦，啊无逐大概就嘛，马西做你两个做法嘛，一个做法就是拢太阳死嘛，台死了了嘛，啊第二个做法就是你还会当有法度，通来将因诶心吼，啊通有用这个办法将因诶心会通甲收起来，啊代表准备用啥物办法呢？就是因迄阵诶将军啊，亚麻萨，迄阵代表想。 即个人，我要立伊做将军，啊！所以代表如甲讲，讲你放心，即摆你毋免惊，我未甲你杀，我未甲你杀。你的冤罪，我会来请我做我诶国防部长，吼、啊！用即个方法，互对方即个军人逐个未惊，啊，未惊就未乱。所以即个是代表诶政治个性，吼、啊。伊就你讲到即个时阵，若有法度诶时候，爱安抚啦。 地方即嘛情绪吼真无稳定吼，啊！我只要即讲起来嘛是种战术啦，这就是政治嘛，吼、哦，这就是政治嘛。即个敢若未输啥物嘞？咱用一个例子是讲，敢若比如讲呢，以咱台湾来讲，吼、哦，咱、这、即个政党轮替，啊你若是讲，咱即个民进党执政啊，为着要互咱即个国民党诶诶即寡即个投票到国民党诶人感觉讲未遮艰苦，所以阵拄拄政党轮替诶时阵伊著真怯吼，行政议长。 都来选一个吼，小可有即个啊，国民党诶背景诶人来做。安尼诶时阵吼，或即系公大诶，即系选民，当粹是投票倒国民党诶人，较未安尼期码是失败。哦，安、啊、尼先我做一段时间，啊，做做了了后，咱再去换咱诶人去哩，这其实是正确。所以代表也准备安尼做，但是问题就是，即、這个将军约啊，一个看讲约阿讲何安尼？哦 三不五时啊，逐摆都甲他利用了，甲他放一边，特要叫别人代替我诶位置。前一摆是亚尼尔，迄是好加赛？我巧吼，我先甲创掉啊，即摆又过来啊。即摆你又搁想要立即个亚沙龙诶将军代替我？安怎会着，伊在咧等机会啊。吼，等机会，啊，拄啊好等够一摆迄个时阵，等代表登去诶时阵，有真济人就讲啊，好啦，即摆国家遮乱啊吼，无咱叫代表登来做王啦。 哦，大是逃走啊嘛，伊离开亚罗塞岭逃走啊嘛，啊，即嘛逃走了，亚沙龙失败嘛，变做军粮无收嘛，啊，有人就讲啊，好啦，啊，过去嘛是嘛是即个大兵对咱嘛真有功劳，啊，不然个请倒转还好啊啦，怎将大兵呢，怎请倒转来？好、哦，但是请倒转来时，也有一定人不服，所以阵呢有另外有乱动，哦，起来别另外别起来作王，所以呢。 台北有派人讲，要将这乱党吼，爱除掉，啊怎趁迄个机会啊，有一摆约啊，也是同款啊，趁即个即个将军吼，无注意的时阵，就是亚沙隆的将军无注意的时阵，我那个暗杀啊，我那个暗杀，所以这两件大事就看出约啊，即个人是不利啊小人啦。吼咱讲实在啦，但是即个人台北也唔敢得罪啦。 哦，代表即个人就是无魄力啦。你若感觉即个人你看伊安尼无瞬间，你著已经早都来处理啊。但是代表就是无迄个气魄，哦、喔，伊著是感觉讲若安尼做危险，所以呢压伫遐。但是早班呢都是要出问题啊，一定要出问题。所以呢，即、這个人代表毋敢甲叮当，但是代表即个人真巧。要安怎呢？伊毋敢甲叮当，等下滴个死诶时间，你听讲，讲即个将军吼，哦，即个人足危险诶啊。 你想好想办法将即个将军毒掉，所以借刀杀人啦。后来是借因囝来抬死即个伊安尼，一直对伊真不满的一个人。虽然真不满，但是呢抑够有利用的价值。你看有乌无乌嘞？所以，足多人咧看圣经即段，拢看看啊灰灰啦，看啊怎啊跳下，看无讲哪安尼。那有时阵安尼正当用。 啊，有时阵若会阁用奸计啊，政治著是安尼啊。所以人有句话，真有道理，政治上无永远的敌人呐。哦，政治上无即个永远的敌人呐。今日今日冤家马甲吵头，逐个咧边边相拍，但是莫是讲为着政治共同的利益，有可能双方就从握手，我变作好朋友。 政治都是安尼，哦，所以我讲台湾诶百姓真有福气，真有福气。咱伫即个时代，拄好咱就是有看到即种诶政治上，上界现实诶，即面咱拢有看到啊，咱拢有体会过啊。啊，我要透过台北诶故事，对逐个讲诶，就是讲，这個、政治本来就是安尼，哦。 每一个时代的人，其实拢伫伊个时代，拢有看到政治嘅现实嘅迄面啦。吼、哦，啊，只是咱人真奇怪，咱拢会对政治抱到一个期待、啊。我人民讲，我所支持嘅政党都是上好嘅政党，即、這个政党一定我都带来幸福。即吼，做古早啊，即嘛都是像安尼啊啦。吼，无论过去古今中外上面人、上面时阵，大家拢一直活伫迄个对。 政治迄个基台诶内面，但是那个基台每一摆拢会怎样扛起啊？结果呢？希望落空啊！结果咱拢无法度对政治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咱又个一摆透过圣经个故事，啊来对照咱台湾即几年诶政治，咱所体会到诶，你诶体会到讲，原来是安尼啊！原来这就是咱人生都是安尼。原来政治。诶。 真实诶本质著是安尼，所以咱实在讲，咱结论著是讲，逐个莫伤过期待政治人物会当有偌年啊，新政，迄是差不多无可能诶代志啊。吼、哦，咱毋免期待讲某一个政党带来永远诶幸福，迄也是无可能诶代志啊。吼、哦，政治本身就是遮尔子暗，吼、哦，啊咱每一個人个内面。 嘛是拢有带着这样的政治个性，虽然咱无去从政，但是咱大家拢会玩巧。咱面对现实咱拢会妥协，啊，咱的个性吼，迄、那个真正的意见往往拢无表达，咱对代表的心骨顶咱有看到，啊，其实咱家己吼嘛是共款慨吼，好，来来讲到即个话题吼，我大概牵连到咱的现实的生活，吼，休困即里，咱等下继续来谈。 来欢迎登来老三毛节目，吼、哦！咱讲台北的故事讲甲遮长，因为确确实实圣经内面也是记载台北的故事，吼、哦，记载真济，包括着伫三毛年纪，包括三毛年纪的后面列王记，包括了后壁列大志。吼、哦！啊，当然即个记载的角度也无啥共款，吼、哦！啊，但是呢，其中台北的作品。 真侪真侪，其实是记载伫视频，所以你会看到讲哦，大卫一个人占到孤玉未少哦，哦未少哦。视频内面就已经记录真侪真侪大卫诶作品，啊，过来大卫的囝所罗门，所罗门圣经内面传道书，哦，所以你看到讲嗯，咱是大卫诶曾经后，即段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上较重要诶一段历史，确实有影。 自从大灭鬼了后，吼，即个规个以色列的历史吼，就全变个真乱去啊。所以，大灭的王朝是安怎圣经记载真济，因为大灭的王朝就是规个以色列的黄金的王朝啦。所以以色列人即摆因常常讲话来，另外恢复迄个大灭王朝的迄个荣光啦。所以即摆以色列人因为一个叫做大卫之星，吼，就是一个一个星啊，外口一个耳朵安尼吼。 大卫之星，迄就是代表个人一点姿态。以色列人会当有一日恢复过去像，像大卫王专行私期。只要战争拢是赢。唔忙恢复迄个人光，恢复大卫王迄阵做王，不但是做以色列的王，也是做四周围即个国家的王。 迄阵四袭围，无论是菲律宾人，还是这个亚门人来盖小镇，拢是输。代表都是新加坡啊。当然，迄个过程中间代表也有拄到困难啦。像讲圣经也有记载讲，代表有对拄到勇士吼啊敌人哦，有迄种做大汉的，是种的巨人哦。啊，伊还兵器话来讲真重。嗯啊，过去即、這个代表少年时啊都已经小杜啊嘛吼，都、哦、已经把佮打败，但是代表慢慢年纪也大啦，哦。 所以圣经特别记载讲，大兵吼忝啊啦，真够忝啊，真甲有那边输啊啦。但是伊下面的将军怎样啦？吼，像野比赛啦，吼、哦，约也就是讲勇将吼、哦。所以呢，因就将敌人呢来打败。所以大兵手下有几名真勇、真勇、真厉害的勇士。啊，咱也捌讲过讲，伊勇士也拢真勇敢吼，捌伫遐暗时啊安尼侵入敌即敌人诶眼中。 啊，提水等来互大表啉，大表怎啊唔敢啉？将迄个水怎啊献互上帝？讲即是咱秘书因的是因去卖命，我那加啉哦。啊，所以你就看到讲，代表确实个政治上的管理，伊是一个傲人哦；军事上的管理，伊是一个傲人。啊，所以大表伊一生经历过，伊看这个贵个政治面看真多。伊做王，做以色列王四十年，三十岁做王。 做四十年，等于做到七十岁。迄、那个时阵，伊做王四十年中间，有七年，伊是只有做这个犹太地区嘅王。后壁三十三年，伊则是做整个以色列嘅地区。以色列地区分做两地，一块叫做犹太，一块叫做以色列。啊，基本上以色列是较亲近所罗王，啊，犹太是较亲近。 大别哦，啊！但是一直甲所罗门嘅囝死去来了后，吼，所罗门囝死去了后，因只贵诶国土拢装归乎大别来管啊。所以因啊、這個，我经过即个叫做一国两制啦，吼、哦。因啊、這個，我经过即个即个时间，但是真可惜，大别统一无偌久了。后，经过因囝所罗蒙所罗所罗蒙一个死嘅时候，国家怎啊正式怎啊分裂，怎啊变成两个国家？ 北边著是叫做以色列国，南边叫做犹太。啊，本来著是安尼，但是以前毋是两个国，以前无独立著对啦。啊，后来呢，两个国家各自全独立，有家己的王，有时阵好，有时阵战。啊，这段历史一直到落尾，著、就是以色列国怎去往灭亡去啊，忘灭亡去了，就是后来的这个撒马利亚人，撒马利亚人，吼、哦，南国犹太。 继续保存，但是嘛是去巴比伦甲被忘记，被忘记了后，怎对因的国家，将这青年的优秀的人，拢掠去巴比伦，啊，这就是叫做但伊理斯，但伊理的故事。啊，经过但伊理的故事了后，上帝去甲因带倒转来，带倒转来了后，佮叫因重建这个圣殿，吼、哦、啊，再来为着上帝来做这个圣殿，做好了后。 后来伫亚述的迄个时代，咱看到圣殿怎又搁再败坏去，又搁叫即个罗马甲破坏去。好，啊，所以规个以色列诶国家一直拢属于即个真无安定、真无安定诶情况之下，国家怎规个灭亡？互罗马来管。啊，罗马就迄阵巴比伦先来管。啊，即、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无去啊，无即个国家去啊，南国抑阁有。 但是呢，是去互巴比伦来管，巴比伦管了，又过去互其他诶国家管管管管，后来亚述时代就由罗马管，啊，这都是以色列诶历史。后来以色列人从分散去世界各地，根本都啊已经无即个国家，敢若有即个民族，但是无家己诶国土，啊，这个人流浪伫世界各地，一直甲第二出第二出世界大战，这个人则去。 登去到咱目前即、這个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啊，所以登去了对中东造成足大一个威胁。一直讲即摆嘛，即伊啊冲突拢无停，这个就是讲到咱即摆即个时代啊。所以你莫讲啊，咱咧看即个圣经的故事吼。哇、哦，老三你讲即个故事，虽然有话话得真啊精彩，但是甲咱拢无关系。但是其实毋是，我将即个过程，将即个代表甲咱即摆关系讲互大家听吼、哦，因为代表的王朝就是以色列王朝的高调。 佫再来著混乱，混乱了国家著灭亡，灭亡了经过两千多年，甲伫咱即马即个时代，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即个国家又佫恢复。所以，为什么咱需要看以色列的历史？吼、哦，咱常常咧讲，咱本国的历史都咧读未了啊。各位咧，应该去读即个以色列的历史。其实毋是，咱咧读以色列的历史，咱其实是咧读一个全人类诶一个历史。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代表南进与佮上帝的关系，好，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恢复了后，伊即嘛别过来，别过来做这个圣殿，所以你若看到圣殿啊，都前日你看新闻报纸要翕起来，啊，你著知影讲，耶稣未来日子已经接近啊。所以整个人类耶历史吼，迄、那个以色列敢若亲像一个两骨讲款啊，吼，敢若亲像一个两骨啊，敢若像咱人后壁这个脊椎骨两骨啊。 你爱对以色列的这历史，你才了解全人类的历史，你才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甲未来。咱才看会出咱即嘛到底是一个什么款诶时代。啊，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上个精华部分就是大安按大家咧重点聊聊。哦，安尼是你看大灭的故事？你现在知影讲甲咱诶有正密切诶关系啦。哦，所以大灭的故事吼，逐个一定爱认真来研究。这中间有真侪咱爱学物件，吼、哦。 哎，玉的详情呢？咱后回继续来分解。高调，高调，高调！吼、哦，你看大明一心在政治中，个人咧倒法安人咧倒经吼，迄只样，刚这个蒋三栋，蒋三栋咧联合吼，次要的敌人，打倒主要的敌人。 嘿，你若看大比龙，伊伫政治上敢若是种哇那真乌暗啦！你莫看讲大比龙，大比龙敢若真厉害，敢若真伟大。诶、欸，你敢知影？教会内面若讲着大比龙哦，吼是将伊看外观诶咧，感觉即个骨龙是真了不起，啊，敢若人命真好，敢若是咧足虔诚诶基督徒。但是实际上，经过咱咱咧讲诶时阵，你看大比龙诶政治个性，哇、嗯、那個、真恐怖啦！所以人著是人，人若徛伫迄个位置，需要甲别人竞争诶是加减啦。你想阮基督徒？ 伊在同去各人拍篮球诶，时阵，叫毋免怪啊，嘛是都要怪啊，是袂当怪到互沾灰安尼尔啦，系无？嘛是共款啊！啊，你讲做生意诶时阵，生理商场上，我敢袂当甲你，足坦白甲你讲，啊，我即个本钱五箍，卖你五十，即个你敢讲会出来？你讲袂出来嘛？是毋是？所以讲，人生是真现实啦、啊。吼，咱袂当讲将咱即个圣经内面所讲诶，即个道德诶标准，诶，完全用伫咱诶生活中，你讲对毋对啊？啊。 哈哈哈！哈哈！老三，你又今日啊，竟然伫电视中讲一句真哩无应该讲的话，安尼一句话，我用录音机甲你录起来咯。嗯，哈哈哈！你是在欢喜啥？我讲唔对话，我拄下只有咧讲代表咧一生中间种种的代志，我讲啥物唔对话？哼，连跟你讲唔对话都唔知啊！你对我讲。 圣经内面的道德标准无法度完全应用在生活中，你有讲一句无？哎、欸，敢那有吧？我是讲，我意思是讲，咱基督徒在这个世间，甲人竞争嘛是有足些困难，嘛是有实实际上的实际上的这个，无可能讲哦，咱将圣经的道德完全应用在哎哎，有咩、欸？这句安尼讲，敢那无相调吼。喔 <laughs> 本来都唔对，圣经的道德标准如,如果也未当应用在生活中，何必写在圣经呢？圣经所写一定要充分应用在生活中。啊，老三啊，老三啊，你做一个牧师，竟然讲出这个跟圣经立场无同款的话，我看我需要在全国观众屏幕头前呢，将你斩首示众。哦。 讲到斩首，你精神都来啊，对无？你这暴力分子啊，你啊！无啦，我即个爱解释，我的意思就是讲，圣经内面的道德标准，唔是要提来给咱压，叫咱一定要完全照安尼做，是给咱鼓励咱应该照圣经的标准来做。啊，总是啦，做未到的时阵，你也要了解讲，这实在是因为咱是一般的人，咱唔是圣人，所以咱难免要做未到的时阵。掩盖， 你台开新闻看伤济啦，啊！咱台湾人受政治人物影响伤过深啦，对就对，唔对就唔对，解释遮济啊！当有人要提出甲你无共看法的时，你就开始解释，哈、啊，歹习惯，歹习惯啦啊！老三啊，对大家回一个说来讲啊，我讲安尼唔对个，我的意思是咧讲安怎安怎安怎，迄句话就免阁讲啊，唔对就是唔对，赶紧承认吧。 哦，你安尼足爱看回事咧，就对啦，是啦。那如果以咱字面上来讲，我拄仔讲圣经的标准，无阿多应用伫生活中這，即句话真正是唔对。但是吼，嗯，个但是呢，但是无啥物，但是啦。圣经的标准，大家一定要实行伫生活中，做袂到，迄是咱家己的缺点啦。做袂到是咱的问题。 你讲做生意的人，商场有商场的文化，迄、那个文化甲商场嘅道德，那违背时也要以圣经为主，这才是叫做德道德勇气，安尼知无？今日我小老三给咱老三上宝贵嘅一课哈、啊，大家要听着吼，会记哩啊！以圣经嘅标准为原则，你嘅人生才会蒙福。拜拜咯，拜拜拜拜。 安尼甲咱老比例也好，你是咧安老什么趣味啦？